跟我斗，你是跟北京斗。它的限速是多少公里呢？这区段限速是40公里。我这两天还我就大概试了一下，40公里的速度，你要转弯的倾角不能压超过30度，这件事情它是办不到的。他们预计要设这个转弯倾角的这个科技执法的这个区段，它的限速是多少公里呢？这区段限速是40公里。我这两天还我就大概试了一下，40公里的速度，你要转弯的倾角不能压超过30度，这件事情它是办不到的，因为限速40，你的弯的这个倾角一定大于30。你只要骑两轮的，没有一辆可以在路上走，除非你要碰到弯道。你就停下来用推的，你才有可能避掉这件事情。绝对比你买一只过弯倾角的这个科技设备，我绝对相信要比它便宜太多了。所以这个真的我要谢谢大家，但是也要拜托大家要紧盯这个事情，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个东西再跑出来。他说暂缓区间测速，当初也是暂缓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嘛。当初那个区间测速也是啊，我先避避风头，然后就偷偷摸摸的比原来更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生活里面。把他的一些已经摆放的机器，各位，这要不要钱？这花下去的钱，你要这个科技公司来吞吗？理论上不太可能。然后警察局，我使用你的东西，我不要付钱吗？那你这个钱要怎么报销？